现在在悬停，停在一个地方完全不动，原地旋转。 定高，再那么高，高度定高。不要拍失控保护了。当遥控器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的时候，会自动返航。我现在我要拍遥控器，给你看，把遥控器关电关机了。OK。 然后这个无人机，它没有接收到遥控器的讯号，就会开启自动返航的功能，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然后降落。 它这个保护是做的还蛮不错的。